期盼自主营运之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电视台呢，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非原住民，都能够听到、看到，并且深刻的体会到台湾原住民族的各族的文化的特色啊，还有他们在当今社会所遭逢的困难啊，还有各种挑战，并且找出解决之道。台湾文化的窗口，原住民族电视台。